你怎么进来的？为了见你，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。王爷，凭你去，居然打我！刚才情况特殊，我只能打了你，对不起。 你打了我，然后替我包扎。王爷，你小声点。回来。王爷今日是想让将军府上下所有人都知晓，您进了我与萧寒生的卧房吗？我知道，王爷之所以以风流的形象示人，是为了防着连王和渠王。 可若王爷借着我挑衅萧寒生，有损的只能是您自己的名声。如今储君立定在即，我相信圣上可以容忍有一个风流的儿子，却绝不允许有一个与将军夫人有染的太子。你怎么变了这么多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沈沁吗？ 王爷，请稍等片刻。 外头的人我已经打发了，请随我来。辛苦王爷从此处离开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！你以前都是直呼我子恒的，你现在一口一个王爷，你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吗？ 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子，夫人怎么了？将军，公主阎罗，不让任何人进来。诺，司令，请郎中。诺，诺，叫荀彧仪。诺。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。没事的，我似曾相识你的目光。将军，镌刻心上一滴泪成汪洋，第几次擦肩。将军，你也伤着呢。有金曲折落在谁手掌？那一缕金卷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。思念躺在镜子里，掀起细浪。笑和泪抹不过从前。将军，在下拯救你夫人马谡。哪里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？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。这是给夫人止血的。那一别在于是容颜已换了模样。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若分明，你的言语勾勒出了。箭头上似有奇毒。好在救治及时，我们府里的奇药也多，夫人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近日嫂夫人救你心切，没等召集兵马就冲出去了。如今难民营中的刺客都揪出来了，没能抓住一个活口，应该都是此事。此次情报有误，置将军与夫人于险境，是在下失职，请将军惩处。起来吧，起来。查一下剑的来历吧。嫂夫人知你有危险，救你奋不顾身，就算身份可疑，我相信她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待夫人醒来，请将军替我道一声歉。虽然刺杀失败，但萧寒生也没讨到好处。不仅他中了一箭，他的夫人也中了一箭。你说什么？小的说，萧寒生的夫人也中了我们一箭。还有，还有什么？箭上面有毒。妙，太妙了！本王一定要重重的赏你，谢王爷。放心，将军夫人并无大碍。你如何得知？我一闺中密友是将军府之人，他告诉我的。他死不了就好。我可是听说
他为了保护他的夫君萧寒生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不要再提萧寒生一个字。王爷似乎很在乎他，不过他现在就是将军夫人。本王说过，不会再在意别人。小姐，你受了伤，相国府总要找个人过来瞧瞧。府令，大贵，来人啊！我警告你，我不管你是哄他、骗他，还是真的爱他，赶紧把玉佩给我找过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把你现在这张脸还给我。箭头虽然看起来是官家之物，但却被磨灭了记号，无法辨别来处。眼下韩内监也死了，就更没人知道玉佩的玄机了。就算我们知道是何人所为，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将军，将军，别信！将军，我不是啊，是金啊！别着急，相国府派来的人是金。你身上还有伤，别乱动。夫人醒了就好，我去叫荀姨。不喜欢何阳。
伤，怎么能不喝药？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我知道你能走。将军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让我自己来吧。先喝完这一口，喝完这一口，明天开始你自己喝，好吗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你换身衣裳，我带你出去逛逛，好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想出去啊？那个将军，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该换药了。哦，是该换药了。我帮你吧。好。溯回古城里又一遭，抹不掉烟雨故事拨乱江潮。旧梦里灯火染红尘嚣，而今是荒腔走跳，是真火寥寥。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，不敢扰众生，不敢惊动梦，只怕传送未能描绘当年惊鸿。爱你是风月情种，是寻常爱恨，是待在轰动，是年岁朦胧，是再难相逢。红尘便应有始无终，将军，我饿了。我去给你准备吃的。嗯。将军为何不过去呢？我刚刚看着他们，才忽然明白，父亲从前和我说的“战士拼死沙场”，到底守护的是什么？
将军。当归，这什么人？回将军，这是修葺偏房的工人，他们手脚快，已经缩短了三个工时了。谁让他们缩短工时的？我。找人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疏漏。回将军，我都检查过了，修得很好，很完整，好像新房子一样。修得不好，找人拆了重修。可是夫人已经将行装都搬进去了。谁让你们帮他搬的？我。将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们先退下吧。诺诺诺。这房屋布置简单，唯有这盆花还有些色彩。我看你执意要搬过来，就帮你添置一些物品。你看看，你还有什么需要的？已经够多了，不用了。那等你身体痊愈的时候，我们挑个好日子，把成婚那天的仪式都补了。你要补成婚的仪式？你嫁过来的那天情况特殊，所有该有的仪式都被跳过了。这些仪式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，自然是得补齐所有的仪式，才算真正的娶你入门。可是，我根本不是我。天色晚了，你早点睡，我先回去了。将军。将军，你是不是迎春谷又发作了？不是，从来都不是。Thank you.
夫人的伤已无大碍，身体也恢复得不错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先生但说无妨。只是夫人的运脉有些不稳，需要费些功夫保胎才行啊。我有了身孕。啊，阿娘，我要做姐姐了。荀御医，我有身孕之事，麻烦先生暂时先别告诉将军。诺。福灵，夫人放心，福灵不会说的。阿娘，你不肯让阿爹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我呀？傻孩子，自然不是。阿娘，你别哄我了，你肯定是担心阿爹知道了就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了，不疼爱我了。没事，我不是小心眼的姐姐。我知道，元宝最乖了。进去。王爷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回王爷，将军夫人的伤已无大碍，只是她有孕在身，这一伤恐怕动了胎气啊。你说什么？夫人的伤，她有身孕了。是啊，我有了身孕。原来她当时没有骗我，可是夫人却让我瞒着将军，不让我告诉她。照顾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听到了吗，荀御医？诺，走吧走吧。把全城最好的补药都搜过了，然后，哎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不好意思，王爷。啊，你们快去，你们快去。是。王爷来了，客官，您久等了。迎秀，十七。十七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？我总要照顾一下将军的形象吧。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！原本我也以为我待一段时间就会离开，可将军他对我越来越好，好到我害怕他知道我是假的。盈秀，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贪心了。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把事情都告诉他。若是一切可以重来，你还愿意再经历一次，只换他的一眼相顾吗？若是不愿意，就当此前是场镜花水月的梦，时辰到了，自然会醒。若是我愿意呢？这世间啊，遇见什么人都是缘分，可往往深情的，却只有一人。你只管留在心爱的人身边每一刻便好。
时辰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嗯。盈秀，嗯，谢谢你。啊，说什么呢？快去吧。身体怎么样了？伤口有没有裂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多谢王爷关心，我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已无大碍。晚些时候我托人送一些补品过去吧。王爷不要送东西过去，我免得惹人生疑。他们的生疑什么？我给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你别拽我。哎呀，你别这么急。放手。这个。这是你的手串，本来应该是17颗，丢了一颗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我就补了一颗。我扶你先坐下吧。放心，我不会再那么唐突了。你上次打我那一下，犹如当头棒喝。你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，往后你若是不想跟我私下相见，我就光明正大的找个理由去找你。以后你提任何要求，我都依你，任何。我知道你有身孕的事了。原来你之前说的是真的。他以为我怀的是他的孩子。幸好现在也不迟。我以后会对你好的，可以吗？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是再不回将军府，有人会生疑的。是，真没事啊！可算来了，还想我了啊？来，王爷，你们两个护送他回将军府。动动，小心点，别让他听见。去去去。今后。
起涟漪，那一笔落下心机，或许命里交织成几许重逢后如烟凉意，名叫做一段红绸，许梦中一夕烟眸，几番哽咽颠沛我心中，泪还不与你身后。古书记载人皮面具音容有数，可若是两人交换面容，却似是异域邪术。沈清堂堂大家之女，怎么会懂这等邪术？难道她的身份？阿娘，为什么你每一页都有个小人呢？来，元宝。哇，阿娘，你画的小人会跑。嗯。能画我阿爹吗？你阿爹啊，我画过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阿爹时他的样子。阿娘，你是不是第一次见我阿爹就喜欢他呀？是啊，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你阿爹了。夫人，姑娘，饭菜准备好了。将军回来了吗？阿爹已经好多天没回来陪我们吃饭了。阿娘，你是不是也在等他？是啊。眼下徐王在朝中的势力愈加的鼎盛，我听说他已经在拉拢小寒生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慌什么？一个小寒生而已。王爷，要么我去绑了沈心这丫头，逼小寒生交出。我是不是说过不许有人动他啊？王爷，我的意思是我怕沈沁他倒戈萧寒生。我愿恕罪。你去找他试试看。试试。滚。诺。以前对他那么无情，现在装什么情种？
我会一直在这陪着你。你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现在看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他呀？你究竟是后悔抛弃了，还是爱上了有我面容的他？元宝，怎么啦？你夫君，我阿爹，真是个能让人牵肠挂肚的男子。也不知道早点回家，家里还有两个漂亮姑娘等着他呢。阿娘，你别担心阿爹了，阿爹肯定一回来就会来看我们的。阿娘知道啦。心间已磨痕，思绪暗藏，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。将军，夫人，是我。目光镌刻心上。夫人，喝完汤快些睡吧，不然将军知道您这么晚还在等他，又要责怪福临了。进去车落在谁手掌，那一语惊卷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，思念躺在青瓷里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醒了，你睡着的时候。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笑，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。那一别在你时容颜已换了模样，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晴朗。若分明你的言语勾勒出了故乡，又何妨灵魂藏在谁皮囊。王爷，您醒了。喝点醒酒汤吧，王爷。上时辰了。已经卯时了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王爷，你说过我是你的人，我便永远不会走。不走就不走吧，随便找个房间待着吧。姑娘慢走，但愿这些奇门异志的古书里能有更多有关面容交换的记载，过阵子再告诉将军孩子的事。给我站住，有没有搞错？别以为嫁进将军府你就不认你这个兄长，跟我来！哎，你是谁啊？给我过来！你放开我！听不懂话，我不认识你。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把联王和徐王的眼线盯紧了，有什么动向立马向我汇报。诺诺，搞快点！王爷，您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？快点！出去守着，出去！
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你被误会，我没让他堵你过来。那我走了。沈倩，我就想简单的跟你聊几句，就几句。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？你脸色看起来不太舒服。我没事。那就好。 他们为什么让你自己买药？将军府是没人照顾你吗？走，跟我回宁王府，我找御医给你。走。王爷，我很好，我只是出来逛逛，顺便买点药。再等我一下，等我大爷一程，我立马把你接回来，好吗？那我走了。哎，沈倩。 我能不能听一下我们的孩子？就一下。王爷，其实这个孩子…… 谁扔的？出来！ 酒，王爷，不要，小朋友，拿到别的地方去玩好吗？王爷，我先走了。 你慢点！哼，喝什么喝？滚！那你先走吧，记得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 跟上，上次我们跟上。诺，将军，相国府差人送来一幅字画。相国府送的画。相国府知道你喜欢字画，这是要贿赂。 你找个画像师，把这名录的失踪人口按描述的样子画出来，张贴全城，尽力找到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军师。夫人。将军在吗？将军在屋里，夫人请。 Thank you.
我看你最近早出晚归，夜里睡得又晚，给你做了点安神汤来。他一定不是真的生气。将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有急事，等晚点喝。哎，这是我一个军师能看的东西吗？这里面是嫂夫人，你也觉得像？你再细看。我还细看？合适吗？这男的不是你啊？不是，你心够大的呀，你看着嫂夫人和别的男人。这幅画一来，我就更加确定我的夫人她不是真的生气了。你单凭一幅画怎么能去？原来如此，查一下这幅画谁画的。诺。我要怎么揪出你的真实身份？阿爹，你检查一下，我是不是都写对了？阿爹。发呆很久了，好像有心事。林叔叔还没来，那我暂时做你的军师吧。为什么要做爹的军师啊？阿爹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这样。其实爹一直都不知道你娘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你比如说，算了，我跟你一个小孩子家家说什么呀，你又不懂。算了，我还是直接问你吧。阿爹，你是不是想知道阿娘到底喜不喜欢你？你个小孩子家怎么懂那么多呀？嗯，看来就是了。阿爹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射箭。他什么时候画的我？他说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第一次见我的时候。他还说。他还说什么？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你阿爹了。说过，妇女要相互什么来着？讲义气嘛。对，那阿娘还说过什么？能不能悄悄告诉爹？再说一遍。还说。云秀姑娘不必紧张，我今日来是想询问一事。将军有话，请问便是。我听闻城中有一位为烟花女子画像的画师，名唤十七，她画技精湛，文采斐然，钟灵毓秀，
温文尔雅，天资聪慧，温柔善良。盈秀姑娘与他相识，且是挚友，可是真是？将军，请。的确有这回事。这位十七姑娘，现已嫁人。将军，请。十七姑娘确实已经成婚。将军应当还有第三个问题吧？这幅画上可是他的落款？这画像上是。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，其余的我自会判断。是。多谢姑娘。糟了，十七的身份不会被他发现了吧？十七，竟然叫十七。十七。哎。将军，刚刚叫我什么？没什么。将军，你找我有何事啊？无事。当归。啊，夫人万福。你知道是谁把我屋里这门锁了吗？是将军。将军。将军，你为何把我房间门锁了？你又不在屋中，自然是要锁门。好像没墨了，过来帮我研墨吧。夫人帮夫君研墨，没什么不妥吧？砚台好像有点远，来这边吧。好像还是有点不太顺手。来这边。将军，你看来是并不想好好写字了，快点把我房间钥匙还给我，我该回去了。钥匙？钥匙好像被我掉湖里了，你只能住这屋了，哪有夫妻做分房睡？将军干嘛诱逗我？我先走了。因为我看到了一幅画。什么话？见过这幅画吗？相思酿作酒，容颜一换心依旧。
因为我看到了一幅画。什么画？见过这幅画吗？见过。 什么时候画的我？很早之前。有多早？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。为什么画？因为什么？喜欢你。喜欢是指？ 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将军莫要担心。夫人的身体可有其他异样？这个……你再这么支支吾吾，我的孩子要是有了任何问题，唯你是我的。将军，你早就知道了。 现在知道了。不瞒将军，夫人确实已有了一段时间的身孕了。她果真是有了身孕。谢逊御医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夫人，天转凉了，您等等，我去给您拿件披风吧。 将军，你想逛夜市啊？我陪你。啊。由将军陪您去最好了，小厨房还炖着补品，得有人守着。那福林先去看着了。 今日我在回府路中，看见一些寻常夫妻手牵着手逛夜市，想着我们已成婚多日，还没和你好好逛过夜市。将军，难道你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？我相信只要你想和我说的话，自然会和我说。我只要知道你心里有我就够了。 老板，来一串糖葫芦。谢谢。正好，元宝知道我们出来了，肯定吵着要东西，带回去给他吧。哎，元宝牙都要掉光了，不能再吃糖，你吃吧。快吃。 夫人，买一个呗。这不是给新生儿戴的东西吗？你喜欢？随便看看而已。
西霞，我们走吧。唐明锁，看一看嘞。唐明锁，唐明锁嘞。啊，客官您看看。唐明锁啦，唐明锁。已按照您的吩咐，找了城中技艺最精巧的工匠雕刻了这几个字。再去准备一个精巧的锦盒吧。齐安生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是你们家军师，我不是你们家跑腿的，你老让我干这个。云军师心思细腻，聪明绝顶，精明能干，别具慧眼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小我有云军师懂我，这件事要是交给别人，我不放心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花言巧语了？不就是精巧的锦盒吗？交给我便是。那个，你刚才夸我的那个形容词。去。是时候找个时间，好好聊一聊你的身份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叫你来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你怎么又喝酒？你是这些年第二个会关心我的人。我们换回来吧，我会去向将军说明一切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王爷他也是在意你的。你太天真了，就算我们真的换了回来，我相信萧寒生他不会在意你究竟是谁。但是我太了解子恒的脾气了，他就算爱我一时，也终究会厌倦。你不是疑惑为何我会钟情子恒到如此地步？其实相国府的女儿没那么好当。我记得小时候的一年元宵节，我二哥叫我去看烟花，我以为他让我跟他一起玩，原来他们只是打赌，想看看我会不会蠢到炸伤眼睛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子恒冲出来保护了我。从小到大，这是我第一次懂得被人保护的感觉。现在还不是换回来的时候，你再帮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，我不光会换回我们的脸，更会让你们姐妹团聚。可是如果真的换回来了，我便不再是将军夫人，我又该以何种身份与将军相处？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唐明锁，老伯，对不起啊，姑娘没事吧？没事。
是合理处，滚！住手！将军，傅灵，请御医，府中所有人回避。诺。御医呢？御医呢？小寒生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吗？他现在已经动，小寒生，居然敢动本王！ 她是我的女人，你胆敢再动她一下，打死你！有没有她不舒服啊，将军？我送你回屋。小寒生，小寒生！ 你以为他的肚子里怀了谁的孩子？本王的，将军，你放我下来。神仙。 听见了吧，王爷？我根本就不是神祭。你听，你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是神祭，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化石，我被他换了脸。 什么是换脸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将军，对不起，我是被神仙换了脸，而替他加进来的。你骗我！你在骗本王。 怎么证明？宁王应该比我更清楚，沈清的右眼被焰火灼伤过。他们只是打赌，想看看我会不会蠢到炸伤眼睛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，子航冲出来保护了我。不是，宁王若是不信的话。
可以拿字条测试一下。 写的诗，回忆。我的右眼底下有一颗痣，沈庆他没有。王爷，真的沈庆才是你应该在乎的人。 将军，请放心，夫人只是有些气血不足，并无大碍。我这就开一些补血养气的方子来。好，就劳荀彧医了。这是我的名字，但我醒来时，已经被换了脸。 以经被换了脸，他以我姐姐的性命要挟，说是宁王的孩子出生之后就换回来。那你一直隐瞒的苦衷又是什么？是你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你。可我在与你重逢时，我想忍却不敢忍。 日子久了，我更害怕你发现我就是假的神情，我也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儿。我舍不得元宝、军师、福灵，还有这府里的一切。我不希望给将军府带来麻烦。我现在就去找宁王。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，你哪都不用去，宁王的事，你不用操心。 而且，我不许你和孩子离开我。将军，你怎么知道孩子的事？我不光知道孩子的事，我还知道你不叫沈庆，你叫石七，你是给衙门画画像的石七，是给烟花女子画私房图的石七。原来你都知道。 我很庆幸，我娶的不是沈庆，是石七。王爷，我根本就不是沈庆。够了。
十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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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。将军，你是有什么话要与我说吗？你都喊我好几次了。不是，只是想多喊几遍你的名字。十七，十七，十七。 好了，别喊我将军，喊的跟别人喊的都没区别。嗯，这不是我写的那张吗？嗯，念一遍。潇潇无夜送寒声。再念一遍。寒声。你以后呢，就这么喊我。 或者，好夫君也行。嗯。怎么了？突然间？我只是突然想到，事情还未结束，宁王和沈沁还有我姐他们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 你很介意自己顶着沈沁的脸，他如果一定要这个才能够换回来的话，你拿给他吧。这不行。没事，我拿着这个玉佩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怎么证明他属于宁王。太子之死，我会另想办法的，好吗？ 阿娘，来，元宝，快过来。阿娘，我来看看你肚子里的妹妹，她长大一些了吗？她呀，长得有些慢。你别总缠着阿娘，妹妹就长大的快些了。嗯。哦，阿娘，嗯，你能不能生个属小猫的妹妹呀？我喜欢小猫。哪有属小猫的呀？ 妹妹生出来呀，那是属小老虎。嗯。将军，难道是？你是不是也在想生肖？嗯。我知道怎么证明他属于宁王了。我出去一趟。 元宝，东西我给你带到了，快带我去见我姐姐，把我的脸还给我。你上次已经给过一只假的了，我怎么相信这次是真的？你仔细看这只玉佩，虽说没什么特别，但上面有一只虎，太子他重情重义。
给每一位兄弟都定做了一只，渠王是马，梁王是猴，但是这一只是特定的一只。特定的生肖又如何？偏偏是宁王的被太子拽在了手里，你觉得呢？你知道的还挺多。东西我都已经带来了，带我去见我姐姐吧。她就在前面那个房间里。夫人，还是什么都不吃，见人就拿东西乱丢。我去看看。夫人您别进去，他凶得很。没事。夫人，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连洗脸看水面的勇气都没有，更别提照镜子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沈清，我被沈清换了脸。几个月前，我在倩影山庄见过你，当时你静静地躺在水里，毫无知觉。我看到了，你背上有朵梅花，那是我姐姐才有的。阿姐，是我啊，我是十七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十七，阿姐，我先帮你擦擦脸。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才是沈七。给我换脸的那个人告诉我，我的这张脸永远都换不回去了。那年我不慎与家人走散，溺水被人救起，醒来后却被换走了脸。可你背上的梅花，它将我囚禁在倩影山庄的地下密室很多很多年，在我背上亲手刻下了这朵梅花。那他是谁？你出现之前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你出现以后我就知道。我看到过，他背上没有梅花。他为了证明他就是我，当着我的面，忍着锥心刺骨的痛，洗掉了那朵梅花。你想见你姐姐吗？你想见你姐姐吗？这是小时候你送给你姐姐的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，这是什么东西。你与萧寒生成婚了，他可是帮着我那傻哥哥企图谋害于你，我这是在帮你。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见他。我找到我姐姐了。也许她不是你姐姐呢，也许搞错了，还有人换了她的脸。就是她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她会找上我，为什么他知道那么多我与姐姐的事？为什么我明明画了那么多的画像，却始终找不到他？看来他早就换了容貌。如果你想挽回他，那么就一起把一切都恢复原貌，好吗？恢复原貌。若是宁王出了事，他肯定也活不了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太子的死因，但不管怎么查，太子就是死于孝正。若是宁王愿意去圣上面前解释一番的话，以圣上的仁慈，兴许能留他一条性命。但是。但是什么？得有个人去说服宁王。将军，夫人。怎么了？有位姑娘说要见夫人。你们要对子恒怎么样？见大梦人间一串酒，别后客人为眼眸，花不完爱恨情仇，是人间恨如此英雄，鸟摇人间走。
姐。我不是你阿姐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阿姐经常牵着我的手，陪着我翻越有野狼的山林，逃离了匪贼的绑架。我生病的时候还会带我去看郎中。够了！要不是为了给你治病，我不会被骗去做瘦马。你知道我受过多少苦吗？你知道他们在我背后刻的那朵梅花有多疼吗？所以说，真的是你换了沈清的身份。是又如何？只有成为他，我才能抹去我所有被唾弃的过去。为了不让别人发现破绽，我可是忍着千倍万倍的疼痛，洗去背上的梅花。他要谢谢我才是，是我替他忍受了所有做神器的痛苦。你也应该感谢我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怎么嫁给他？若是我年幼的时候就知道阿姐如此厌恶，我必定会自己离开，绝不会成为你的拖累。眼下楚军人选策略在即，曲王联王那边早就有所行动。天一亮，宁王的罪行就会传到圣上的耳边。你若真的想救宁王，就好好劝他进宫面圣，解释当日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兴许能保住他的性命。不需要你在这里假惺惺。阿姐，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不觉得你应该想办法留住他吗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定饶不了你们两个。阿姐，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子恒，既然圣上给了你机会，只要你在未时之前进宫解释清楚，就算身份被废除，我们也可以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。子恒，你在找什么？你有见过长明锁吗？什么锁？就小孩用的那种锁，你见过吗？我不知道。子恒，子恒，你别找了，子恒。我找到了，把这药送给他。此时此刻，我与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为了找这把破锁。子恒，你知不知道你未时之前不进宫，这就是抗旨，抗旨！阎王和曲王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可若是我进宫的话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。子恒，你别走，子恒。子恒，我也不跑了，连我和曲王他们。
你可以啊，小寒生，这么快就带兵过来，是要拉我回去邀功吗？王爷，现在跟我去见圣上，你还有机会。你滚开！ 进宫去面见圣上吧。我告诉你真相吧，太子当时笑着发落，药掉在地上，我故意不给他。我并不是无辜的，可太子不是你杀的，圣上肯定会从轻发落。 阿姐，阿姐，下辈子还你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
哦哦，我知道。哦，嘿，哎呀，我们福宝多可爱！哎，医生，出汗离远点。哎，这刚才好好的，怎么就哭了？哎，不哭啊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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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哭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，我一个没看出二小姐就不见了。不哭，不哭啊！军师，您这样力气太大，会伤着小孩子。快把二小姐给我！不是，真的是胡闹。哎，我可是军师，军师，元宝以前也是我带大的。哎，哎呀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放不下他们？每次看到元宝和福宝，就会想起我姐和他们的孩子。也许他们在这世间的另一处过得很好，也许他也陪在你姐身边呢。阿娘，我和阿爹还有福宝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元宝最乖了。卖冰糖葫芦嘞！冰糖葫芦。阿爹，我要吃冰糖葫芦。好，别去买。老板，来串糖葫芦。相思。